我们都被月下骗了。在之前的活动剧情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月下和摆渡人有了合作，但具体是什么合作没有详细描述。从最新的当红月落幕之后剧情中可以发现，摆渡人在合作之后还帮助过月下见过舰长，只是舰长在见面的时候没有认出月下。那个活动叫做奇异漂流，在活动里德丽莎身穿花甲，并且也有着吸血鬼的特质。当时舰长对这个德丽莎下的结论是他和月下是不同的人，月下是这个德丽莎在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。但根据最新的活动剧情描述，这个德丽莎其实就是月下。当时他在摆渡人的帮助下进入了舰长正在漂流的世界泡，因为他想创造一种崭新的、美好的、充满笑容的相遇。为此他自称自己是被关在金字塔里的吸血鬼，所以整个舰长线就只有一个吸血鬼德丽莎，他的代号是 A872， 剧情中的名称为月下。并且以目前的剧情来看，舰长线的结局也要以舰长和月下的故事作为主要线索。甚至活动奖励的徽章上有这样一句话：我想用最好的样子来迎接你，迎接最喜欢的你。这下狠狠官配了。舰长和月下初次见面时处于意识映射的状态，即舰长的意识附身在世界泡中某个人身上，因此他实际上并没有进入这个世界泡，只是借由其他人的身体在观测这个世界泡。而在观测时发生了类似于时间回溯的事情，每次进入世界泡之后，世界就好像被重置了一样，他可以对同样一件事做出不同的选择，只是他无论怎么选都没能达成完美结局。这和最新的剧情中沧海市所处的世界泡设定相似。在最新的活动剧情里，舰长带领队伍来到了月下所在的世界泡，这个世界泡和他初次与月下相遇的世界泡极其相似，但又有很多差别。在探索中，他们发现世界泡每天都会重置，里面的人困在了无限的循环里。奇怪的是，世界泡中的机子摆脱了这种循环，并且一直在寻找世界泡的真相。舰长的队伍因此和机子一起开始解除循环。解除循环的关键是沧海市中的摆钟，机子认为是三座摆钟导致了循环，但布朗尼让三座摆钟失效之后，又出现了第四座摆钟。而这第四座摆钟的本质竟然是以太起点的残片。伊塔告知机子，这个世界泡的循环是一种规则，如果打破规则，世界泡就会变得不稳定，最后衰退消亡。而且按照布朗尼的分析，当年舰长遇到月下的那个世界泡早就该消亡或者出现消亡的迹象了，但现在这个世界泡还活得好好的就非常奇怪。按照丽塔的说法，这个世界泡存在多种并行存在的结果，而这种并行存在的结果也是让世界泡变得不稳定的原因。所以为了让世界泡能够在量子之海中维持存在，月下安置了四座摆钟，依靠摆钟和以太起点带来的循环规则让这个世界泡长存。而在整个舰长线中，摆渡人也一直在收集各个世界泡的以太起点，他很有可能和月下一样有一个改造世界泡、延长世界泡寿命的最终目的。因为以太起点的功能除了本次活动中介绍的稳定世界泡，它还可以作为链接世界泡的媒介。而根据主线剧情的设定，世界泡只要体量足够大，就能不断的从外界吸收能量，近乎永恒的在量子之海中动态漂浮下去，从而实现在量子之海中长存。所以可以猜测，摆渡人最终是要用以太起点串联起许多世界泡，创造出他理想中不会消失的世界泡。而月下去咬其他世界泡的德丽莎，并用吸血鬼的能力将他们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链接在一起，很有可能和摆渡人链接世界泡的计划有关。要么他是在以这种方法威胁摆渡人，要么是这种生命链接能够帮助摆渡人串联世界泡。当然以上结论都是我的个人猜测，具体是什么情况，摆渡人做这些又有什么弊端和危害，就等之后的剧情给出答案了。那么关于最新的活动剧情就聊到这里，看完记得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崩三视频再会，拜拜。